臣妾要用外语告发熹贵妃私通。姐，你还特么会说外语？哼，私は騎士の質を誇示する高級エミだし罪の地を免れない。バカ！你这说的什么鸟语？Defamation is serious. How dare you make baseless accusations? 两个人说的朕都听不懂，怎么办呢？姐，朕就听你一言，如有虚言，朕绝不轻饶。 臣妾要私通，会令后宫。AI 魔改角色第二弹，观众老爷们，大家好啊！今天我们用 HitPaw AD Mako 的文字转语音、纯形同步以及最新更新的声音克隆等功能来演示如何制作一个百万播放的魔改影片，跟着我做，奶奶都学得会，你还不赶快上车？先来看看声音克隆。 你可以用AI 轻松模拟任何声音，让影片中的每个角色都栩栩如生。打开 AD Mako， 在左边工具箱中选择文字转语音功能，就可以看到语音克隆啦。点击加号，它提供了录制音讯和导入音讯文件两种克隆方式。大家想要用自己声音，就选择第一个，选择自己的麦克风，点击开始录制，然后朗读上面的例句。等待完成后，你的声音就被克隆上去啦。 也可以导入咱们录制好的语音文件，比如《甄嬛传》里角色的声音，把它上传进去。注意，这里需要上传大于10秒的声音文件。上传好后，咱们可以试听一下，臣妾要和皇后娘娘私通。然后为这个音色命名，最后点击保存就好啦。接下来是唇形同步，让你的人物说话变得更自然。同样在工具箱中找到 AR 侍卫人。 在左边选择视频口型同步功能，右边这里选择音讯档案，上传一段语音，然后在下面再上传一段影视片段，最后点击生成。关键一步，影片素材下载。咱们在网上看到你想要的影片素材，可以把链接复制下来，然后在 AD Mako 中点击左边的下载功能。 在右边粘贴上链接，然后点击下载，这样就可以下载各种格式的影片素材啦。进阶玩法，咱们用之前了解到的所有功能，把下载好的素材都进行处理，然后全部导入到时间线进行编辑排序，再用之前克隆好的角色写上我们想要说的台词，给每个角色生成配音，再给这些素材加上 BGM 以及转场和音效，甚至可以用AD Mako的多语言字幕功能同时生成双语字幕，让外国人也能看懂。这些全部做好之后，咱们点击右上角绘出 4K 影片，这样又一个魔改影片就做好啦。喂喂喂，臣妾要唱歌告发熹贵妃私通。贱人，滚开！一天天的换着花样，告告告告，你还要唱歌？要唱也得本宫来唱。 说唱，本宫还没有说过谁。有，切可闹。听说选秀那日有个女子特别张狂，再来，本宫看看是哪跑出来的张狂。还未入宫就以为皇上为你上你那张床，来人待他欣赏欣赏这宫的装潢。皇后向来身体不适，我嫌你这柳红。你暗穿自然不是我缺鞋，你的绣红不要自以为流戏粉丝所就想着来争宠。我会让你知道本宫手段有多凶猛。小小。 金鸡一舞子又美，本宫惹你一丈红，大好的天气你如此憔悴，本宫看你是想攀龙，简直就是矫情，说我做小勾引王。啊啪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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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抽血你的表演少在本宫面前晃荡，单看下我挑衅小小卫人都挺狂妄，买好你的保险，玻璃容易出现状况，简直就是正经难登大雅之堂。啥？ 就是矫情，尿杯。从声音克隆到自动字幕 ，AI 脚本，再到录屏、音频处理和剪辑优化，以及 逼 真的数字人，这些 AI 功能丰富了你的视频创作。现在你可以更轻松、更高效地制作出令人惊叹的影片内容。快来试试这些强大的 AI 工具，看看它们如何帮助你在创作上更进一步。 还等什么？马上去下载体验这些 AI 神器，开始制作你自己的创意影片吧！别忘了点赞、评论并关注我们，获取更多创作技巧和灵感，让我们一起玩转视频创作的未来。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我们下期再见，拜拜。